你早上的6:17，今天是6月17，11月23号，星期四，台北时间早上的6:17。我们首先来看看昨天台北呢开的539啊，我们是没有中啊，ABC 三组没有中，今天就变成 AB 两组。因为 B 组牌这个不要用，因为 B 组牌你用 C 组牌就可以取代了，你可以签两星啊，也可以签两三星。如果两星的话，就一直碰，像这样碰也是对的，啊，本钱没多少钱。11月22号539中三次，啊，B 组牌中5次啊，所以我们就分 AB 两组，不要再增加一组了。全车二中一是0827。全车二中一0837啊，0837啊，那个一只碰个尾数呢是0850啊，这组牌以后就不用了啊，都是一样的。那么两三星三柱，那我们以后就是 A 组牌、B 组牌、B 组牌，你可以签两星，两星很稳。我大概十期都中五六期，但是昨天前天都没中。礼拜一也都有中啊，大部分都是中两碰啊，08啊，往碰二尾碰五尾啊，昨天这个没有开出来，昨天开的号码忽大忽小，本来全部开小号，现在一翻全部开大号，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尾数配尾数 B 组牌比较稳啊。那么现在呢，今天是礼拜四四五六啊，四五六。我们一直到月底前，你们要记住，我们后谢就是600块，啊，我们不收会员，会员你们千万注意，你1号到5号你不参加会员，那就是要走向后谢这一条路。后谢这条路，全车二中一0.16，你才后谢我0.16，报到你中为止，啊，报到你中为止。我们叫客户全车二中一也中，0.1也是中那个。比方讲说，这个月我们用凹，我们虽然十几次，但凹的钱不多啊，对不对？四期凹一次，四期凹，我们凹的不多，我们中了三次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赚了6000块钱，0.1啊，对不对？赚到6000块钱，啊，扣掉本钱呢，600，还有赚到5400。另外呢，全车的那个碰尾数一注三注啊，我们也都有赚钱啊，大家等会再仔细给你算，好，你找安福。